谈了一下。看神都要用干道的呀，我不用以为啊。看够你那家里品种没有啊？但讲你加了面同埋，我用加了面。咁要真系合翻咯。来啊，几年都挡唔住。哎，其实七年来啊。有咩？咁要我上学合法？他们来啊，顺发的磨磨合。你阿公妈跟你们谈个事，好不好？阿都有认同一个地方啊，好不好？那会好一点吧。除了那块有，有那个多省些事情。没可以，你阿公妈呀，我模拟呢，模拟。都以为你不摸你吗？啊？对啊，这谐音呐、啊，应该算谐音呐、啊，啊、哦，是吧？对啊。啊啊，因为是普法方面用，普马个法律用啊，啷可以？你自家啷可以融入一点呀？客家种的个生活啊，是吧？啊无。你讲好咯，还是讲关于？那你加工下班，汤姆吃鸡同鸭讲啊？啊，台湾黑的好咯，准备哈，黑安尼啊，啊，鸡鸡发的黑外省啊，马个外省啊，台闽阿蒙啊，个外省啊，都是外省人啊。对啊。还有多少买过鸡苗哦？有啊，买啊七十，买七十六零几万的周边的事哦。中家来客家庄多万福啊！啊，一般本来家的台子上有点呛啊，是不是啦？啊，万唔见错多，一路万也济啦。而家讲讲下班啊，谈唔成啊。记得讲，一般中明镇那毕业啦，啊来，闽南山东人啊，当到那毕业，我奇怪，都中下来调查人用啊，那上人啊，那你讲，我来家讲，人家在骂骂个啦。你给我摸了，你拿杯子啊？真是真是的哟、哦！哎呀，给他七十六年给他吧，给个好个地，一发一发，拿毕业。